31号开心欢度33岁生日，他在 IG 晒出跟好友们庆生的画面，一共还收到12个蛋糕，展现出无敌好人缘。而万年绯闻 CP 炎亚纶和阿本也再次为他同框。阿本发文写下：难得看到女明星完整装扮，今天好美，希望你生日很开心，愿望都实现。照片中三个人开心比出脸颊爱心，文中还 at 炎亚纶11月换你，不要抢别人的愿望曲，并加码爆料回归在许愿，他在旁边碎念自己的愿望，底下还写着一辈子家人的好朋友们，还相约要一起去法国。而炎亚纶也同样发文写：这几个庆生完还陪我一起健身，好吵，爱你们啦！看得出来彼此之间感情真的相当好哟。